天堂来进入到我们 LINE 的这个通知啊 ，LINE 的 notify。其实，在 Webduino 里面，它的 LINE 的结合，应该说 LINE 里面提供两种功能啊，一个就是单纯通知的，一个是什么对话，有点像我们叫做那个 LINE 机器人那个概念。好，那我们其实老实讲，以环控这边来讲，应该是以通知的居多啦。你大概懒得跟他讲话，还要在那边对话哦，就有点麻烦。那您可以看到，在右上角这里有没有一个网址？在简报第74页，它官方的那个教学就很详细了。哦，74页有看到了吗？你把它打开。那待会我要麻烦老师要登录哦，因为要让能够通知你，他需要你的授权，哦，需要你的授权，就是当成你自己啦，哦，当成你自己，然后你决定说我要发给哪一个对象这样子，你可以通知自己，也可以通知别人，也可以是通知群组，都 OK。好，那么往下走，你看这里有提到它支援两种哈，一个叫做 LINE 的什么 Notify。就是通知的积木，一个是聊天专用的积木，好，所以我们主要今天的目的是用第一个，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取得所谓的 token， 就是那个权杖，啊，那个 demo 呢，各位你可以看到，那个就是你的那个，欸，有点像我们 Facebook 的 YouTube 直播，有没有？有一个金钥，所以那个号码不适合公开，对，那因为那代表你自己嘛。哦，就是代表你自己的，所以我们往下走吧。来，现在呢，麻烦大家，你往下走之后，你会看到 LINE Notify 有没有一个它的网站，请你先登录你自己的 LINE 的账号。有没有老师你自己 LINE 的账号忘记？手机拿出来，手机拿出来在哪里？在那个，在左上角吧。来，你看一下，你忘记你的密码的话，来进入之后有一个右上角有一个登录。如果你忘记这个，它有告诉你可以从哪里。你手机上 LINE 有一个设定，找我的账号，你就会知道你当初是用哪一个 email 去申请的。然后密码就是你 LINE 的密码，所以你。先登录一下，往到主页里面的设定就会找到有一个我的账号，它预设是显示设定完成，欸，我切换一下。有没有？是不是显示一个叫设定完成，对不对？你就点下去就可以看到了。这样有没有看到？这样忘记了就自己来一下。好 ，OK。好，你经过验证之后，现在就登录成功了。那么往下走，往下走，他就告诉你可以通过这个好接收，那你可以。跟很多的网站做其他的互动服务，那我们的重点不在下面，而是在上面，因为呢，你登录了之后，这里有一个个人页面，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地方，好，你把它点一下，有没有发现我已经做了三个？你们里面应该现在是空的啦，除非你之前有玩过。那我们可以帮你的这个权杖，哦，就这个权杖的部分，你可以设一个名称，有没有？你看我这里有设一个名称，设一个名称。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代表的就是说，哎，当你他要发讯息给你的时候，这个就是那个使用者的名称了，有没有了解？好，哦，这就是你设定的那个使用者的名称。所以等一下呢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不 OK 的，我就可以透过旁边这个解除，他就不能再用你的身份去发讯息给别人。
好，所以你可以就是先做测试这样子。好，你看我往下走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一个叫做发行权杖？按下去你应该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会给你一个号码，但是你要特别留意一下，那个号码就只会显示一次，就只会显示一次而已。所以如果你在这边好来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还没有弄下去哈，来按下去，好，打上一个，有没有？这个就是权杖的名称，有没有？你在个人页面下面这里是有发行权杖，按下去之后，好，比如说今天 LK， 好，然后呢1008，然后接着你可以告诉他，我是要透过这个账号，好，就是这个账号要发给谁？我现在就发给自己了，对吧？透过一对一的，你也可以选择我要发给群组，好，像下面这边我就看你要发给谁。好，假设我就一对一的通知发给自己，这个名称你也可以是中文哦，不一定一定要是英文或数字哦。好，所以你可以自己先设定好，然后按下发行，就会看到你的权杖。的这个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要把这个号码复制起来，待会呢我们会在程式码面用到它。老师他有讲了哦，就这么一次而已哦，离开这里就没了。也就是说离开之后你就变成另外一个权杖的那个内容再产生出来了。好，请问大家都取得自己的 token 了，有没有？拍照好像没有用啊，因为那个长度比那个还长，所以你还是要复制到简介簿里面哦，自己找一个那个记事本把它复制下来。OK， 好了，那我们就回到程式那一端哦，因为赖的任务完成了，好，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来，我先自己复制一下，好，回到这边来。所以我们刚刚进到这边，你就知道它这样就可以用了。现在我们来试着玩玩看，好吧？载入资料表了，我就不管它，我先丢掉，好，先把它丢掉了。我们还是一样，我这个模拟器你要用不用都没关系，我就先找机器人，好，下面这个怪兽来玩就好了。来，我告诉他，当我按下哪一个怪兽，我看一下，当怪兽被按下，哦，来这里有一个当滑鼠点击，有没有看到？怪兽那里有没有找到这个积木？好，当我按一下这个怪兽的时候，我就请他送一个讯息给我，告诉我是按到谁。好，来我按一下绿色怪兽，我们就来通知通知。来，你看，一样扩充功能，LINE这边，我就跟他讲，麻烦你帮我通知，但是老师要注意哦，我现在用的是 Notify， 你不要找错人哦。哦，我要的是第一个 Notify， 好，把它拿出来。当我按下绿色怪兽，你的权杖打进去，然后告诉他点到。这样，好，啊，我把我的权杖贴进去，然后如果我是点到红色的，我就告诉他点到红色的。这样就好了，这样很单纯。好，所以我 play 看看哦。我来这边做执行。那老师您要关注一下你手机哦。好，或者你登录电脑版也可以，就不用开手机。好，我来看一下。来，您看到我这边，我现在其实它
如果你刚刚有按的权杖，有没有发现他已经通知你有一个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现在先收起来。当我按到绿色的，来，你看，那有没有通知我？我已经有按到绿色的，是谁通知的？有没有注意到？我们刚刚设定的那个名称，对不对？那我现在按下红色的，是不是就点到红色的？老师有没有感觉到？到现在为止，我们从早上一直到现在，你有写过一行程式吗？可是以前你要做到这一块，其实是相当不容易啦。应该说，你要整合很多东西，不是做不到。但是如果纯粹从程式码撰写的角度来看，这个是很花时间的。可是我们透过这样，就变得轻松很多。好、哦，好，这样了解了。所以 LINE 就是这么简单，给它点一点就好了。那有了这些东西，我们后面待会就可以再增加更多内容。那么如果说老师要看一下他官方上面的那个范例啊，其实你可以参考一下，在应该是在扩充这里哦，它总共有四个范例可以给你做参考，啊、哦，包括连那个就是板子上的一些显示的资讯啊，通通都有。啊、哦，聊天的它只有一个，其他这三个啊、哦，比如说我们刚刚玩的侦测光线啊，就发送到那里面去，这个都一样，反正就是加上逻辑判断而已。啊、哦，您就可以像这样做个参考。Thank you.